组织上没要求你必须进洞。冯铁豹，我都快死了，你还瞧不起我？啊！他们的路线应该是走这儿，从这儿往这儿走。报告，进来。哟，儿，你是为铁豹的事来的吧？他们怎么样了？有消息了吗？现在还没有消息。那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啊？你应该相信他，他胆大心细。再说之前我们做了周密的安排，应该没问题的。可是都两天了，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？报告。你们可算回来了，豹哥他们没事吧？没事，你放心吧，翠儿姐。司令员，就等你消息呢。情况怎么样？豹哥带我们在山里一直找，最后在宽沟的半山腰附近发现了鬼子电话线的一个出口，那儿有个洞，那个洞口大概有一米多宽。在哪儿？大概在这个位置。就是这儿。这里临清金岭十几里地啊。是啊。豹哥和狗叔已经进洞了，他让我们俩回来报信儿。让我们通知吕司令，希望您后天中午11点的时候命令大部队向金鸡岭发起进攻，目的是里应外合，捣毁观音庙。他还说，你们打得越激烈，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。嗯。警务员，到，把一营、二营、三营长马上找来，研究作战方案。是。秋娃子，豹哥他们进洞，那水呀、粮食什么的带够了吗？我们把水和粮食都留给他们了，应该够。翠儿姐，你放心吧。我放心，我放心。歇会儿啊！歇会儿。老大，咱进来多长时间了？10个小时。
これは桜方機でございます。 連帯につけております。 十八个小时，刘司令，这时候应该已经准备好佯攻了。
豹哥，嗯，临走那会儿，你跟翠儿在屋里待那么长时间，你俩在屋里干啥呢？你说呢？我不知道。啥也没干，就在那坐着。走吧，啊，走。狗子，嗯，啊，不能睡啊，睡着了就耽误大事了，嗯，啊，这个，醒醒，嗯，就那两个王八蛋还喝了两口。现在有口酒，还能爬一点。你说的，我说。哪变了？给你装满了。前年捡的，一直给你留着，总想找个机会给你，可你那个小破壶一直没扔。这外面是翠儿给你织的，哭啥？
下来。豹哥，我这辈子跟你值了。我娘要是活着，也感谢你。跟栓子似的，尿唧唧的。兄弟啊，我打你打的最多，跟我最亲的也是你。狗子，走不动就不走了，在这儿等哥回来。你说的屁话干什么？酒我都喝了，这辈子就这么定了。你到哪，我到哪，走吧。大家已经准备就绪，就等您一声令下，还一个小时。吕司令，吕司令，豹哥他们能赶到观音庙吗？不出意外的话，11点之前就到了。那我们能冲进去吗？我们的任务是佯攻，吸引敌人的主力。咱打得越狠，他们越安全。等我命令啊！三儿姐。豹哥和狗哥会没事的，你放心吧。翠儿姐，你忘了，豹哥有四大金刚护体，子弹看着他都绕着跑，你放心吧。对，指定没事。
狗子，把咱剩下的吃的都拿出来，吃了它。不给回去留一口了。明白。吃完了，把死那小鬼子的衣服换上，咱在这儿休息休息，休息到中午。哎。你爹妈死嘞！我也疼嘞！快来！嗨！你吃吧，哎去！哎吃喽！你走开！哎去！哎吃喽！死得鬼！哎呀去！
哎，我今天可以。佐藤，手伝我。装上去啊！装炸药啊！啊！进不了洞了，现就到这儿了。豹哥，你进洞了，狗子送你最后一程。
狗子，跟哥说你没事儿，跟哥说你没事儿。你走，你走。是我兄弟，就给我活着吧。